粉彩童子闹春瓷坛是长沙博物馆的一件旧藏，采用釉上彩瓷的制作工艺，属于清代宫廷创烧彩瓷。坛身上一条青龙纤毫毕现，惟妙惟肖，十分醒目。粉彩始创于康熙，极盛于雍正，到嘉庆一朝时已成为主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童子闹春瓷坛，口径十厘米，纵22.5厘米，满绘有百子闹春图，展现出了当时新春时节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，人丁兴旺是家庭繁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。这个瓷坛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描绘了非常多小孩子的一个形象，这些小孩有的双手捂着耳朵，有的呢做一个翘首企盼的一个形象，还有的在相互的拱手祝福，表现出来的节庆活动也十分的丰富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的在舞龙舞狮，有的在骑竹马放炮竹，在这里敲锣鼓，来祈求新的一年家中可以吉祥如意，多子多福。那我们在这个瓷坛之上看到这一条舞龙啊，它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民俗活动中舞龙的这个造型已经非常的相似了。那么当时的人们呢，也会以舞龙来祈求新的一年可以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美好幸福生活，代表他们这样的一种意愿和愿景。龙呢，在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之中，它是可以行云布雨的。那我们中国它是一个农耕社会，而湖南又是一个农业的大省，所以来说呢，可以司水理水的龙就成为了一种祥瑞。在我们湖南地区呢，有许多与舞龙有关的一些民俗活动，比如最早的呢有平江的九龙舞，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，而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则是非常的一个兴盛。那么也是经过了几千年的一个演化之后呢，龙才有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样。